英国线上医药网站以86个国家作为调查，统计出男性平均阴茎长度最长的是厄瓦多，平均17.6公分，长啊！在欧洲地区排名第一的国家是，哇，我知道，有赢过祖雄吗？嗯，差不多。他们最近很红哎，真的吗？很积极，很爱两个。YouTube 公开说两个人会交往，是因为一开始有先去泡温泉，而且他当初被拍到是祖雄很强，他先去 hotel， 开完房间还骑 U bike 骑30分钟骑回家，你看祖雄体力多好，出了这个新闻出了这个新闻，然后后来他们就公开就在一起，台湾哦这个 hotel 界的鼻祖在这里，对，学长，要问问我，他是大直开完房间207开完之后，对，直接脚踏车骑上武岭，哇，体力更好，而且这我骑上武岭会慢慢上瘾，是，而且他已经整个上瘾，后来坐垫甚至拔掉，对，两位现在越骑越高，稳交了，因为人家都已经穿了情侣装，对啊，恭喜。恭喜啊，很好啊！啊，两位这预计交往多久？等一下，没有人家这样问，有半个。我说刚开始交往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年多了，一年多，让嘉娜讲一讲，嘉娜怎么会选中这个男生呢？我看到他很帅，我就受不了了，我觉得我要他。I want you， 少不经事。没有了，祝福啦。对呀，演艺圈里面呢，这个套一句俗话讲，就几行出几行，言功必然嘛。Understand what I'm talking about？ Yeah. No， 哎哦哟，I have an apple， yeah， you have a pen， apple pen。我这个形容就对了吧？其实蛮好的 ，Apple Pay。好，来，咱们直接就来进行海盗争夺赛。小东哥，请掷骰。哎，你的在哪里？这个哦，海盗船。是好，我在这里。嗯，来，你要怎么走都可以。一、二，好。哎，哦，他可以选择。你可以选宝物。刚刚那宝物。不能退后啦。不行啦。二、四刚好也没有宝物，你会经过。你刚才写的银佛牙了，你还有两步啊，还有两步。去宝物啊，英国，然后去宝物啊。三四。哦，3000。乌克兰3000块钱。先放。请出题。讲到泼水节，大家都会想到泰国，但其实乌克兰也有泼水节。有真的？请问，乌克兰的泼水节除了可以去除厄运外，还有什么用意？啊，加纳一定知道。将运气分给对方。B， 化解与他人的恩怨。C， 向心仪的女生表示心意。这一题是这样，做电视已经做到4D 了。对对，你这个一答错，立刻泼粪。真的？不要那么泼，你泼水节啊！不要那么凶，好不好？这个还答不对，你真的可以去了你。我觉得不大可能。乌克兰，我带你去那么多次。嗯，而且你看旁边已经在窃窃私语了。那个加纳，加纳很贵。我觉得应该是向心仪的女生表示心意。好，喜欢谁就泼给谁了。泼给谁？老婆你啊！心仪的女生表示心意，对不对？恭喜答对。好，轮到我们来英国，机不可失，机不可失呀！天空，对，高高的，两点，先走，哎 ，one。And two， 法国，想回答法国题，请出题。Go。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奇怪的法律或规定，常常令人非常不解。请问，下列何者是法国的法律规定 ？A， 每天遛狗必须超过3次。法律规定。B， 在火车站亲吻是违法的。C， 忘记妻子的生日是违法的。英国人，好，你们答案是 B。哦，在火车站亲吻是违法的。恭喜答对了。好，3点。哎，走到哪里？恭喜！哎，今天答对的几率不高哈。3。没有什么棋子。哎，那是往回了。那只能往这里了。好，往前走。哎哎，
你这，你搬这个好像日本生鱼，生鱼片，对，生鱼片师傅，对，要上菜，一整艘船，还是干脆宝箱算了，冲了，对啊，宝箱好，好，宝箱请出题。据报道，英国线上医药网站以86个国家作为调查，统计出男性平均阴茎长度最长的是厄瓦多，平均17.6公分，好长啊！在亚洲地区，台湾排名倒数第二，平均10.8公分，仅高于柬埔寨的10公分。请问，在欧洲地区排名第一的国家是？哇，我知道。哦，你知道加纳？你有教过你有教过那个国家的人吗？对对对，有比祖雄有经验，有赢过祖雄吗？嗯，差不多。他有想一下。差不多。好，我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大，男生都会特别的关注。嗯，你有没有关注过这个新闻？我不会关注这种新闻。我跟你讲这个东西，因为我跟你讲。这个地方呢，我甚至听朋友去那个地方，他要尿尿之后，他还要跳一下，因为那个他的尿尿的都很高哦，那尿盆做很高，做尿盆很高就对了，对，而且那个地方很多那个类似那种运河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很多人喜欢骑脚踏车啊，对，那个哎，我们去过啦，但很高，玩很大，啊，结果说怎么这么高这样，后来旁边一看不对，怎么样？这是他们儿童的，对，真的，他们那个。尿盆都超高的，对对，你真的要垫脚才尿。后来中午尿完之后还是被抓了，对，因为他是尿在那个人家洗手台，哎，没有了，他以为那是尿盆，太离谱。荷兰，荷兰是吗？3、2、1，恭喜答对。哎呦，哦，哇哇，哎，什么好东西你不知道？这种死人骨头你都知道，好强哦！而且荷兰有那个性爱博物馆，啊，对对对对，那个博物馆很好逛，对对，真的很好逛。你有去吗？啊，那个哦，我那一趟我没有去，没去。对对，红灯区我有跟到，啊，没有。1、2、3，滚下。4:04，去荷兰，去荷兰，荷兰也去荷兰呢，对啊，荷兰啊，那边后面啊，这里啊，哦。我们讲老半天荷兰，他一直没去，因为看不懂中文啊。对呀，上面好，请出题 ，Go。荷兰除了有广为人知的风车、运河、郁金香花海之外，还有一个特别的节日——国王日。哦，每当国王日到来，全荷兰人民都会穿着什么颜色来狂欢庆祝？完了，荷兰橘色，因为他们的国家队是足球队是橘色的。那我们可以加入橘色的，就橘色的，橘色可以加入，一起加入橘色。然后那个 Gigi 也可以加入。F1 现在那个第一名那个 Max Verstappen， 他也是在比赛的时候，大家的粉丝全部一片穿橘色，但他们的国旗没有橘色，但他们每次都会穿橘色。哦，包括他们 Soccer Team 都是橘色。是否正解？请看。好，应该就是了。看看$400。好，目前的统计下，我们的分数是怎么样？哦哦，哎呦，目前快要决战出来了，来轮到小钟哥最后一轮，胜负决定在这里喽。哎，五点，红旗北走五点呢。哎，先想好。我们还有一次过路费免费。往前1、1、2。3、4、5，澳洲3000块钱的奖金，请出题。最近周杰伦和儿子 Romeo 一起拍摄粉红海洋 MV， 主要场景的粉红色西湖让人看了少女心爆发。请问，呈现粉红色的原因为何 ？A. 湖下泥土中的铁质氧化，太简单了。B. 古老生物有孔虫。分泌钙质或细质。C. 特殊藻类产生大量的胡萝卜素。这一题恐怕比较难，上一题有关阴茎的，很快就答出了。我猜 C 啦，藻类产生大量的胡萝卜素啦。确定吗？确定，确定。正确答案是，恭喜答对。有厉害。因为那湖泊里面有大量的藻类植物，它杜氏盐藻，那很怪，这个台湾就没有这个东西，会释放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，胡萝卜素的原色它就是跟这个粉红色一样，一样的，非常漂亮，恭喜答对了。